days of you fill my head. Listen,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time. Instead of focusing on me, I've been focusing on you. Memories of the time we spent back when we were so in love with us. I've been wondering how you're doing, I've been wondering how you sleep at night. Missing you these nights. Ooh, I've been missing the sunny days. The sunny days I spent with you in town. Walking down that sunny street, passing that coffee house. Where we drink lemonade and eat some cherry cake. This memory never fades. Those sunny days where we just laid around, clueless about the world outside, just focusing on us. I miss those sunny days I spent with you.行李箱出来，是不是以为我要回台湾了？没有，因为签证的关系，我可能要到 Q3 才能够再回家。然后今天为什么要拿出行李箱呢？原因是因为我等一下要去 staycation， 然后地点呢是半岛酒店。对，我到我来香港快两年了，我还没有去过半岛酒店，我没有吃过下午茶，我没有进去过，我应该没有进去过吧。所以今天呢就决定去那边做一个人的 staycation， 因为我觉得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给自己就是放个假这样。上一次我去 staycation 结果变成一个 workation， 就是莫名其妙就开始工作。但今天呢我想要认真的就是来 staycation， 那我就要来准备今天的东西。有个问题是今天其实是星期天，所以我明天就要直接从酒店去上班，所以表示我连明天要上班的东西都要一起准备好。首先是我明天要上班的 outfit， 就是一件黑色的衬衫，还有一件米色类似西装裤的宽裤。另外我也带了一套睡衣去睡觉的时候穿 ，obviously。然后我猜今天住的地方应该是会有浴缸，所以我带了这个 Lush 的泡泡浴泡泡球。因为我家没有浴缸嘛，所以他们有时候送东西给我，我也会觉得很可惜，都用不到，所以今天就是这样。另外呢，我刚刚也整理了我的化妆品、跟护肤品、跟卸妆品、跟各式各样的小工具，对，然后大概是这样子，还有我的卷发器、种料弟妹哦，还有我的香水。什么呢？我跟你讲，太久没有去旅行，太久没有收行李，真的会忘记你出门会需要什么东西。我来重新思考一下，明天早上起床
skincare. Just to let you know that I would like you to be my home and take you everywhere I go. So if you come with me, I'll never leave you alone. And if we find a place to build our home and tell our friends the stories of our journey, please come with me.房啦，啊，今次咧都系我第一次嚟咁高級，唔係高級，咁 luxury 嘅酒店住，係啦。同埋啱啱嗰個 step 同我講，今次佢哋都係 upgrade 咗我間房。Oh my god！ 好的，我的廣東話能力差不多就到這裡。我先給大家很快的看一下這個房間好了。我們進來之後，這邊有一個柜子，这里是什么？我好像一个刘姥姥逛大观园的感觉。哦，这边有一个大大的衣柜 ，nice。这次的浴室呢，有我一个非常喜欢的特点，就是它呢，厕所跟洗澡的地方是分开的，而且洗澡的地方还有分，有浴缸跟就是冲凉的地方，所以不管你想要干湿分离，还是想要整个人沐浴在水里面都可以。这个厕所真的太漂亮了。这边就是我的房间啦。那这一次呢，我选了一张是 king size 的床，虽然我只有一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住一个 king size 的床，但这样睡起来可以滚个三圈，应该蛮爽的。过来呢，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客厅，还有一个大大的电视。那刚刚 staff 说，这次帮我 upgrade 到了一个面向外面，就是那边有海滨啊，这边就是文化中心跟应该是太空科学馆吧，我记得。最后给大家 overview 看一下我这次住的房间。哇，这次订酒店我是在 Hotels Combined 上面订的，所以如果大家之后要 staycation 或是之后可以旅行，然后要订房啊、订机票的话，都可以用这个网站，它上面可以比价，很方便。另外呢，我刚刚在 check in 的时候也问了他们说，如果我想要试试看那个半岛酒店的下午茶可不可以，然后他就帮我预定到了一个位置，所以算是有点意料之外吧，因为我本来 expect 说他就一定要事先预定啊，或是没有位置什么的。昨天 Killing 才跟我讲说啊，半岛酒店的下午茶好贵，一个人要400多块，然后我还说啊，400多块啊，怎么这么贵，然后我今天就要自打嘴巴了，准备要去吃下午茶。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最近蛮辛苦的，所以我今天想要来犒赏自己一下，对自己好一点。我现在想要来做一件我想做很久的事情，来咯。现在人在半岛酒店的大厅，我刚点了一个一人份的 afternoon tea set， 他刚给我了个条码，可以直接连到 menu 嘛。然后一个人的 tea set 就要418块港币，其实真的还蛮贵的。但我正跟我妈通电话，然后我就跟她讲说，我明天要去半岛酒店 staycation 哦。然后我妈就说，那你一定要去吃他们家的那个下午茶。然后吃了好吃再跟她讲。言下之意呢，就是好吃的话，她下次来香港的时候，我还要带她来吃的意思。我真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刚刚窗外有一个人拿了超级大一束花，里面至少有100朵吧，该不会是要去求婚的吧？然后我刚瞄到一个 staff， 他刚绊到自己，差点跌倒。I can't imagine if I stayed back. What would happen if I never found you?Those times were hard and all I did was resent you.
我刚吃完下午茶之后，我就到旁边的 mall 去逛了一圈，消化一下，然后刚回到家，不对，不是家，这是饭店。这个应该是我住过最好的酒店了吧？从我出生到现在，我的脸现在很红。虽然说你们刚才看我吃完下午茶，但现在是晚餐时间。我刚刚出去之前呢，有翻了一下他们的 room service， 然后对，有一点点的贵。就是一个 pasta 大概要300块的部分 ，Chinese wonton 要250块。burger 的话，哇。Jumbo hot dog 要245块。OK，never mind。这样听起来好像自己很小气一样，但是我只是觉得我没办法 justify 那个价钱啦，就我觉得没有很值得。But anyway， 所以呢，我刚刚去买了，哒哒。所以我刚刚去买了一个日式的便当，然后还有一个小麦的啤酒，然后呀， yeah，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有强迫症，只要是用免洗筷，我就一定会用这个包装折一个。筷架，哎，顶好了 ，nice。What is it？ 我们 all need a place to feel safe， to feel sheltered。Do you feel like we're moving? And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o keep us busy. What? 我刚刚冲完澡，然后我现在来准备泡澡。Oh, nice. Oh, okay. 就决定是你了。I knew the pathwa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I felt the end.面膜，我今天带了两个，一个是这个是什么来的？一个是这个 tea tree， 一个是 aloe vera 茶树的。好了，其实很常晚上都想要敷，但是我在敷之前我就会先睡着。然后我现在呢想要做一件事情，最近香港不是 Mirror 很红吗？然后12个人里面，我应该可以认得出4个人而已。这样讲是有点羞愧。我现在可以认出江涛、恩森洛、伊登吧，应该，然后就是 Jeremy， 所以我现在在努力的认他们每个人的样子。然后他们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嘛，是好像叫 Warrior， 是不是？我还没有看过他们的 MV， 但是我最近不管是 IG、YouTube 还是 Line， 都一直被跟这首歌有关的新闻啊，或是影片给洗吧。所以我现在要直接来看一下，哇！他现在是 number one trending in Hong Kong 哦。最近我工作上面的场合真的很常遇到 VTV 或者是Mirror 的成员，先跟大家道歉，因为我平常没有在太追香港或是台湾的新的偶像，但是我最近真的觉得他们的人气好高哦。希望他们继续加油，继续走花路。我现在换了衣服，然后，对，我们去吃早餐吧。刚吃完早餐，我现在要来 get ready。 我刚吃完早餐的感想是，如果大家可以选择不要有早餐的套组，
就不要有早餐没关系。但长了一颗小小的粉刺，好痛哦。刚就是吃了一个我个人觉得蛮普通的早餐，但以这个价钱，我觉得很多饭店的 buffet 都会比这个吃起来更不空虚，应该这样说。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黑眼圈真的非常的猖狂，为了要更好的遮我的黑眼圈，在上粉底之前我会先上遮瑕膏。这颗是 Bobbi Brown 的遮瑕，它是我人生中第一颗遮瑕。我大学的时候特别到 Sephora 说我想要买遮瑕膏，然后柜姐就推荐这个给我，所以我就买了。然后因为它本人是橘色的，所以它可以 cancel 掉你眼下那种乌青乌青的颜色。先上一层打个底哦，我的黑圈。By the way， 这段不是 sponsor。好，有没有感觉两边有一点点的差别？为什么要先上遮瑕膏呢？我也忘记我是从哪里学到的，但是我记得好像先上遮瑕膏，再上粉底，就是你的眼下这块不会那么的厚重的感觉。今天要用的粉底是这个 It Cosmetics 的 CC Cream。CC Cream 应该用手推就行了，有没有？这样看起来整个脸的颜色就比较一致了。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要准备去上班了。我真正认认真真没有把电脑拿出来过，所以这次真的不是 workcation， 是真正的 staycation， 就是给自己短短放空的时间吧。我真的觉得蛮好的，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去走那个更长远的路了。对，长远大概5天吧。Anyway， 我觉得大家如果最近工作很辛苦的话，然后有这个机会，我蛮建议大家可以找一个酒店，就给自己住个一个晚上，然后去放空一下。而且我想要传输一个观念，也不是观念啦，就是一个想法，就我觉得一个人 staycation 真的蛮好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然后安全 OK 的话，都可以尝试自己一个人出来外面放空一天，真的是蛮不错的。好，那我现在准备要上班了，就还没上班就想睡觉。好，那大概就这样子，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吧，拜拜。